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晚餐。晚餐？晚餐就这样？对啊。吃草？什么草？这是青菜，我在减肥啦。哦，太可怜了吧？好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你要干嘛？你等一下。你牛排。牛排耶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草是你的，你不是很爱吃草吗？牛排是我的。你在吃什么？晚餐，晚餐就这样。对啊，吃草？什么草？这是青菜，我在减肥啦。哦，太可怜了吧？好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你要干嘛？你等一下。啊？好可怜啊！晚餐吃草而已。你牛排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草是你的，你不是很爱吃草吗？牛排是我的。他又不小心在沙发睡着了，起回来了。这是我哥的手机。看不到的地方在哪里？欸，你蛮聪明的，我这样一提示你就知道。总不可能在我懒趴里面。好恶哦，蛮好吃的。